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奥丁丁小学堂。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又称为小过年或上元节。为什么会称之为上元节呢？是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所以元宵节和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以及十月十五的下元节合称为三元。元宵节是农历年节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民众习惯上香参拜祈福，或是吃汤圆、提灯笼、猜灯谜等来庆元宵。随着农历年节即将画下句点，我们来看看民众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吧。小姐，请问你的新年新希望是？变漂亮吧。推荐天然有机面膜童颜有机。先生您好，请问您的新年新希望是？当然希望更健康。推荐天然健康的清和堂天然果干。我想吃台湾菜。推荐台湾古法酿造新方圆酱油。我要出很多很多的钱，带我老婆去好多好多的地方哦。推荐加入奥丁丁市集好康福利社。我要玩玩具。推荐高品质安全无毒 HOVA 德国木质玩具。奥丁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平安健康，心想事成。奥丁丁小学堂，下次见。